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刚才信进念定慧了哈，修改一下那笔误。哎，好，那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在禅观上面呢，二甘露门是不净跟什么属习，先有不净的哈，因为这个对治我们的淫欲的心。啊，所以呢，佛陀先教什么不净观，啊，因为这个引起了很多的这种自杀的状况，所以后来佛陀就教什么属习观，属习观又叫阿那般那，啊，阿那般那其实就是所谓的属习观。那这两者当然，因为反正这些。因为毕竟在世间法，如果没有办法恰如其分，是不是就容易引起这个副作用的哈？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运用得当，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三度门是不是就加了戒分别？戒分别，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啊，也把它归为四类，那么就是不净、慈心、无常。那其实这无常就是在讲戒分别，然后属习，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二甘露门加了戒分别成三度门，再加慈心，到这四类来讲的话是加了慈心，加了慈心的关系。那这四类里头呢，其实我们在《达摩多罗经》里面也是四类，那是不是也还是多了什么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这样理解吗？所以看这个二甘露门是不是到哪里都有啊？不净属习，不净属习都是最基础的。加戒分别是三个，加了慈心是什么？四个。到了五种对治呢，在修行道地经里面有五种对治。那是加了什么？加了因缘。这样看得出来吗？一样是。对治我们的贪欲，修不净观；对治我们的嗔恨，修什么慈心观；对治我们的我慢，用戒分别观；对治我们的散乱，用什么属习观；对治愚痴，用因缘观。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智慧来自于什么因缘？有没有？要开发智慧，其实来自于因缘，因为对治我们的什么愚痴，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有五种净行所缘，跟这个就几乎一样了。不净慈悯就是慈心。这个缘性缘起，法性缘起了哈。在法性缘起方面，那么也就是什么因缘观，是不是就是还是因缘观？然后戒分别跟属习。这两个合起来是不是就是不净？是什么？二甘露门，不净加属习二甘露门，加戒分别三度门，再加慈悯心，是不是四类的？到五类五种净行所缘呢，那么加了因缘嘛，这样看得出它的顺序吧？从不净开始熟习，加上戒分别，加上慈心，加上因缘，从二三四五，好，那么在我们的第243页，有没有？第243页哈，达摩。多罗禅经那是不是也是四种？修习道地经五种对治，跟瑜伽论的五种净行所缘，几乎一样。好，那我们接着要来讲，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在西元5世纪初来华，所以我们常讲说鸠摩罗什大师大概在西元400多一点，401、402那个时候就来，所以叫5世纪初，来到了这个中原，其实他在那个库居那里也停留了很久，终于来到了这个长安，
那么传出坐禅三昧经，啊，他所翻哈、啊、所译的这个坐禅三昧经，好，那么坐禅三昧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啊，卷上，那么讲到说，若多淫欲人，不进法门智，这样看懂了吧哈？若多嗔恚人，慈心法门智，对不对？若多愚痴人，思维观因缘法门智，这样没问题吧哈？那若多思觉寻思啊，那这个有多种讲法，一个就是觉想寻思。所谓的觉想寻思或思觉寻思呢，主要就是不断的就是那个脑筋很不容易停下来，想东想西啊，因为有不善的寻思哈、啊、有所谓不善的寻思呢，就是国土的寻思、清理的寻思、不死的寻思，还有欲望的寻思啦、啊、嗔恚的寻思、害的寻思，就是我们不断的想东想西，不断的在想啊，当这个比方离乡背井的时候，是不是会想故乡啊？啊，想自己的国土，想自己的清理啦，这些都是一种寻思，也就是我们的心很散乱，心很散乱，甚至我们也会有不死的寻思，希望自己不死多好，对不对？啊，尤其面临比方罹患重病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不想寻思啊？不死寻思，不死寻思哈、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散乱心比较重的人啊、哦，那么就要怎样练习法门对治，对不对？啊、哦，若多等分人念佛法门治，这里可以看到若多等分人念佛法门治，有没有？他这个是不是开始换了？少了哪一个啊？慢，有没有？戒分别。这五个里头是不是都有戒分别啊？其实就是用了什么我慢这个部分呢？那么如果我慢心强的话，是用什么戒分别观来对治嘛，对不对？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若多等分人，所谓的等分就是说，这四种看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也很哈、哦，这个贪欲心也很重，嗔恚心也重，愚也加上愚痴又很胡思乱想，好像找不出我到底哪一个比较重，叫做若多等分，这样懂吗？有的人是比较明显，哦，在某一个部分特别严重，有的人嗔恚心、嗔恨心特别严重，那就要修什么慈心观嘛。对不对？有的啊、哦，这个愚痴特别重，就要修什么因缘观啊、哦，比较明显的。那若多等分，就是这都很等，都很蛮平等，好像这个也有，那个也有，什么都有啊、哦。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这样子的、啊？哎，好像没有一个没有，那就要怎样念佛法门智啊？这样懂理解吗？啊、哦，就干脆用念佛法门。所以我们就发现，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开始出现了念佛法门呢、啊？啊，在这个啊禅修上面哈、啊，好，那诵檀摩蜜多啊，那么元嘉年间来华，也就在四百多年啊，五世纪的时候呢，也传出了所谓的五门禅经要用法。也列举了坐禅三昧经里面的五门，哦，那但是说哈、啊，若心没有，若心默者呢，教以念佛，哦，就说如果那个心呢哈、啊、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呢就直接就教什么念佛法门。所以呢，在244页有没有？啊，所谓的五门禅与修行《道地经》的差别，就是以怎样念佛代替了戒分别，这样理解吗？啊，以念佛法门《道地经》
代替了戒分别观，这个已经进入了大乘佛法，但是还没有忘失佛法固有的方便。这是不是佛法时期就有的？这是从佛法时期就传下来的哦，对不对？二甘露门、三度门啊，到四类的啊，这个达摩多罗经，对不对？多罗禅经哈、啊，还有呢，像这个五种对治修行道地经，修行道地经里头是不是也有戒分别观呢、啊？啊，但是呢，五门禅啊，一讲到五门禅里头呢，其实他已经用什么？用念佛法门啊。代替了戒分别观。那其实坐禅三昧经是不是也一样啊？啊、哦，也一样哦。好、哦，那这个是因为已经进入大乘佛法时期，哦，因为进入大乘佛法时期，一直到我们翻译，其实在印度什么时候就进入大乘佛法时期啊？西元一世纪左右啊。西元一世纪上下，其实在西元前五十年就已经开始大乘佛法逐渐的兴起，传出了般若经典，传出了般若经典。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般若经典，几乎是到什么，到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我们才清楚。哎，差了四百年呢，三四百年哦。我们啊，以中国来看待大乘佛法的兴起啊，就说当然我们在西元一世纪是不是就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懂，不是太，因为没有前面的基础，我们直接就吸收大乘佛法。在印度是因为先有佛法时期才有大乘佛法时期，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佛法时期的那个基础比较不足，因为我们一下子接受就是大乘佛法时期。那大乘佛法时期，尤其像般若经典的出现，那么不断的在谈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很就以为这个空是空空如也之空啊，啊，或者是无为的空啊，或者呢，就因为传到中国，毕竟我们也是一个文化古国，哎，哦、啊，中国本身是不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基础跟印度的文化基础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因为新的东西进来，我们就难免用我们的文化来解释，所以呢，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格义佛教时期。格义佛教就是会拿我们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啊，或者用其他什么思想或儒家的思想来解释，那这样会解释得过吗？很难，但是那个是一个过程，啊，那再加上。其实对甚深的空义啊，我们比较没有基础，一下子汹涌就哇接受，哦，这种甚深的空义是不容易的，哦，所以其实我们要一直到搞清楚哈，大概要到鸠摩罗什大师，因为他的翻译本身是比较清楚明白的，哦，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会是一哈，在翻译的大师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门槛，鸠摩罗什大师哈。属于五世纪初的，再下来还有一位大师，就是玄奘大师，已经六百多年了，又差了两百多年到七世纪了，啊，这一差又差了两百多年，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叫做旧译，玄奘大师的叫做新译啊，啊，那鸠摩罗什大师的专长，其实他把性空学哈，属于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的论著哈、啊，翻译过来，才总算比较清楚空在讲什么，啊。不过呢，因为我们在中国来讲的话呢，啊，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比较属于真常唯心的体质，所以呢，很容易去做了很多的综合，啊，所以后来发展的天台啦、啊，啊，华严宗啊，还有诚实宗啊，种种。往往都叫做综合学派，综合学派，所以比较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有应顺导师帮我们分得很清楚，大乘有三系，我们比较理得清楚。啊，在当时候其实哎，会觉得这几个学真常所讲的方式跟性空学讲的其实是不完全一样，
甚至有点啊，有的部分也会有点冲突的现象。不过当时不容易离得清楚了哈，那现在当然我们比较有机会离得清楚哈。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就是可以看得到吧哈，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就是什么，念佛法门去取代了什么戒分别啊，戒分别观啊。好，那么在第244页这里也讲哈，因为前面讲到说不净观引起了副作用，所以世尊就别说了什么熟悉观啊。但是呢，不净观对有对治贪欲的作用，仍然还是被佛弟子来啊，人为弟子佛弟子所修习的啊，只是呢他别出方便啊，就是等于说他还有另外一个善巧方便，就是从不净观而转入净观，不净观转到净观去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转折。那么导师在这里列出了八解脱、八圣处跟什么十片处哦。那这八解脱啊，这三类的导师列得非常的清楚哈，我们再翻过来看后面的解释。第246页哈，不净观与净观来讲的话，都以色法为所缘净啊，就是说不净观我们当然很清楚，以什么色法，以我们的色身呢啊，色身我们的人的身体，当一气不来变成尸体之后啊，那么就会有种种的这种浓难轻淤血涂啊，这个那种啊，种种的那种很可怕的现象的出现啊。以前我们也看过人家在其实在台湾很难修不净观，但是到了东南亚就有机会，尤其在泰国啊，所以以台湾很多声闻的哈，声闻所谓的声闻就是比丘尼们也会到那个什么东南亚去修不净观，他们修不净观就真的去看尸体耶，哎，尤其到泰国啊、马来西亚都还有机会到深山里头，就真的去看那些尸体。那他们学回来，他往往就是照相，照相回来，然后哇，那些我在下面看的真的是很恐怖。哎，但是他们的不净观就是真的就是去观这些东西，哎，好、哦，那当然。所以不净观它本身是以什么色法为所缘境嘛，哦，就是以我们的根身为所缘境，对不对？但是那个净观呢，净观也是啊、哦，因为所谓的净观哈、啊，在第四五行有没有啊、哦？第四行不净观主要就是所观的就是尸体的这些青淤浓烂啊哈。这个流血啊，这个整个哈、哦、非常，就是说它腐烂的一个过程，啊、哦、的九响或者十响，啊、哦、到最后呢会是一个骨锁，就是最后只剩下骨头，啊、哦、因为那个筋那个什么肉也会坏，对不对？乃至于那个肌腱呐、啊、筋呐、啊，我们的筋是不是筋也会断，所以只剩下骨头，只剩下骨头。所以呢，往往就是从这些骸骨不净而转起净观，就正好从这些骨里头怎样，就是看到白骨流光啊，白骨流光而转净。所以他们的所缘是不是都还是色法，从色身一直到白骨，白骨在流光，从不净转到净观啊，从不净观转到净观哦，这个是这些是不是都以色法为所缘境啊？啊，好，那八解脱的前二解脱是不净观啊，内有想，我们回啊看回去，八解脱有没有？前面二解脱内有想，内有色想观外色，内无色想观外色，这两者是不净观，是不净观。到第三呢，净解脱身作证，有没有？净解脱身作证，这个就已经进入了什么？
净观。好、哦，好，那内有色想观外色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逐渐要离我们对自己色身的啊的这种贪欲的心，然后来观外色。外色呢，那么在下面呢也有八圣处，有没有？内有色想观外色少，到内有色想观外色多，有多有少到多哈、啊，就是说我们的内心是要离我对我们色身的执着，然后来观外色，外色所看到的这一切呢，先从少的来观，啊，等于范围小一点啊，我们来观自己周边的这些东西哈、啊，这些现象。其实呢也都是无常的，对不对？是不是虚幻不实的？先从少的来观，观到多的，所有一切是不是也都是离不开所谓的这种虚幻的啊？为什么虚幻？因为无常的缘故啊，啊，因为无常的缘故啊，所以呢内有色想，是虽然有色想，但是想离色想啊，之后才能够进入第二个叫做内无色想，也等于他已啊，就是说逐渐离了我们对自己色身的那种贪着，之后再来观外色少，到观外色多，这个是不是属于八圣处里面的前面四个圣处啊？好、啊，那何谓圣处呢？也就是他圣所缘境啊，圣诸烦恼的意思啊，就是说其实也透过这种观当中呢，其实要离掉我们的贪啊，离我们的贪为主的，那因为离了贪其实也离了很多的烦恼，它就会比较殊胜啊，所以叫做八种圣处啊。好，我们再看到第246页，八解脱的前二解脱是不净观，第三净解脱呢是净观，因为从不净观而转为什么净观啊，转为净观。所以呢八圣处的前四圣处有没有跟八解脱的前二解脱是不是相当啊？是一样的，都属于什么不净观啊，但是呢后面的四个圣处啊，后面有四个圣处是内无色想观外色清，有没有啊？黄赤白啊，所以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课文里面哈，后四圣处是不是就是观清黄赤白，它这是属于什么净观，在后面两个呢那么属于啊、哦、无色界无色处的无色处，后面这两个等于是在十片处里面的后面两个空无片空片处跟什么四片处，有没有啊、哦，往上看八解脱里面是不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是不是属于无色界的啊、哦？它其实是无色界的。好、哦，好，那我们就再重复刚才讲的所谓的不净观，是不是以我们的色身为主啊？好、哦，乃至于对方啊、哦，我们贪着某某人啊、哦，这个时候长得是非常的青春美丽，但是等到一气不来，是不是还是脱离不了尸体浓烂清淤的这个过程啊？而让我们这种贪欲的心能够怎样降低下来啊？那透过尸体的这个浓烂清淤到血涂啊，到整个的这个消啊，等于是去分离到剩下骨头的时候呢，那么就在正好就从这些骸骨里头的不净而转起的什么净光净观了哈，所以这个叫做白骨流光而转净啊、哦、而转净啊。好，那么达摩多罗禅经里面就讲到哈、啊、余生起净想，那么其实也是
来对治我们的不净观，因为不净观是不是容易让我们起了对色身的啊、的这种幻厌啊、所以呢我们反而是不求止贪欲，却是只知道思维啊、去厌患我们的自身，所以才会有净观的什么对治啊、那这句话其实所以呢就比较不会去做什么幻厌想，比较不至于走上什么自杀这条路啊、其实这句话就在我们的倒数第二行的解释嘛啊、有修不净观啊、而不知道去止我们的贪欲，去离我们的贪欲，其实我们修不净观主要是不是要离贪欲啊，结果却只知道去怎样幻厌自身，所以这个就是观啊不净而自杀的问题所在啊，所以特地用什么啊才从不净要转为净啊，用净观啊来对治，来对治。好，那这个是一种方便净的解脱啊，让智者能够开慧眼呐、啊。啊，所以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转化？其实还是透过因缘法来转的，如果现象是不是就不容易转啊？因缘好转，然后因为同样是骨，哎，骨有骨的什么因缘之所在嘛，哈。因为我们凡夫呢，难免都是不净的哈，因为他那个都会有那种浓烂啊，还有甚至有虫去咬啊，哦，去啃食啊。那种看起来都是很恐怖的哈，但是到最后只剩下骨头的时候，反而哎，就借着这个骨头，啊，就借着这些骸骨，那么而流出光，啊，转到什么净观来，啊，所以呢，位于不净缘，白骨流光而出，啊，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从事次第而起。那么也正好在我们的那个八圣处里头，是不是也有青黄赤白啊？啊，所以这个青黄赤白呢，也可以去观的是青色的妙宝树，黄赤若鲜白，啊，枝叶花亦然呐、啊。所以这些色彩，其实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是不是也有啊？那当然，这种青黄赤白来说的话，也有各种的观法，不过这个呢就是把它转到这个大自然界来啊，上浮璎珞璎珞种种微妙色啊，当然这些颜色也有它非常不净的特质啊，比方像如果是在这个尸体来讲的话，浓烂的过程是不是也会有青黄赤白的出现呢、啊、跟转到变成是哦这些花草树木的，那是不是就觉得哎比较舒适一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叫做是则名修行啊。所谓的修行哈、啊，其实第六意识哈、啊、是最有机会去怎样转化。虽然我们的前五识眼识看到的是恐怖的景象，但是它本身其实是不是还是可以转呢、啊？啊，其实还是可以转哈、啊。所以呢，净解方便相呢、啊。啊，透过不净到净当中呢，其实也是一种善巧方便。啊，纵然是于彼不净身呢，种种庄严现呢、啊，啊，他还是可以去现出那个庄严。所以此则净解脱方便不净观。啊，从不净观当中而透过净解脱，啊，并且这个是属于身，啊，这个身可以作证的。哦，所以在八解脱里头，第三个是不是就叫净解脱身作证啊？从不净到什么？到净，啊、哦，到净。所以呢，这个也等于哈、哦，在我们的这个在第247页有没有？这种是一种净解脱，就是从不净而转起净观，名为异观，异观，变异哈、哦，转化。所以我们常讲说第六意识其实是最有转化的能力啊、哦，我们的修行是不是还是要从第六意识去下手啊？啊、哦，其实还是要从第六意识下手啊、哦，因为我们容易信任我们的前五识啊、哦，一旦信任前五识的话，我们说做不净观呢会
幻焰色身的那个生根。其实第六意是希望能够要离贪欲，有没有？离贪欲是不是就是第六意识的事情啊？哦，做不净观是在对治我们的贪欲，是要离我们的贪欲，却是因为我们的眼识一看到这些恐惧害怕了之后呢，连自己本身都会觉得想要厌离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从这个不净观还可以再去意观改换，哦，这个也等于是一种转化，转到什么净观来，哦，讲转到净观。哦，所以呢，在《禅密要经》里，《要法经》里面就讲到，不净想成实，哦，慎莫弃身啊。哦，因为容易怎样，厌患自身嘛，就会自杀。当教什么意观，哦，一定要去转意转化，从不净观要进入什么净观，哦，那。意观法者呢，想诸骨节间呢，白光流出。哦，它是有光可以流出，其名炽盛，犹如雪山呐。啊，那见此事已呢，前不净聚呢，夜叉袭去。哎，把那些不好的啊，看起来恐怖的，都全部交给夜叉去了。啊，那转化出那个什么，那种。白骨流光，其名炽盛啊，犹如雪山。这是不是也透过第六意识去转化？哦，所以在《八十规矩颂》里头也讲到，我们前五世啊，其实一直到成佛，其实他才清净的，对不对？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第六意识要啊变相观空啊，什么叫变相观空啊？哦，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透过因缘法好转。啊，如果我们一直执着那些现象，以为现象是实有固定不动，那是不是就没办法观了？这样理解吗？可以从不净转到净啊，可以从不净到净哈。好，那见此事已心大惊怖啊，就是这个是不净观的时候，啊，做不净观是不是会心大惊怖啊？不要说看到尸体，我们光是看到相片都会心大惊怖，嗯，哦，更何况看到实体的东西。所以呢，求意观法有没有？好，那在意观法者呢，先观佛像。这个就是要去讲到为什么啊，在这个无法里头，五种进行所缘里头。啊，这个会发现说，哎，会从什么？从这个佛啊，这个念佛法门去取代了戒分别，有没有？啊，戒分别，一方面其实从观佛像也在对治我们的我慢呢。啊，我慢呢会自以为是，自己非常了不起，但是当我们学佛之后，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一介凡夫罢了，是个凡夫俗子，对不对？我们的境界比佛陀那是不是那个落差太遥远了？所以经常画这个图，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落差有多远吧，对不对？那我们又有何慢之有啊？哦，所以他本身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哦，所以呢，可以从这个念佛法门，哈，哦，就说以念佛法门来取代了什么？戒分别观，哦，因为戒分别观在讲无常，其实也是在讲因缘的合离散的问题嘛，对不对？哦，那我们从凡夫一直到成佛，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法而达的？哦，也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哦，并且我们说这个白骨能够流光的这个光本身，哦，也等于有点像佛性的那种，哦，等于是这个人，哦，就说人本身在色身上当然难免，哦，会有他的那个生老病死，死了之后他像物质一样了嘛，也有他的成住坏空，对不对？也会有他的成住坏空，哦，所以呢
在观这些呢，那么如何的从这种色身的这种成住坏空当中啊，又转到净观，那么其实那个白骨流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里讲到一观法者，先观佛相啊。好，那思维要略法里头也讲到，若极恶厌恶其身，当进什么白骨观啊，要修白骨观也可以入出禅的啊。所以呢，从不净观而起净观的方便，就是白骨流光，一正庄严啊。我们就要想象，这个人他可能啊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我们比较容易去想，纵然他已经是坏到只剩白骨，但是那个白骨也可以流光，是不是？透过修行，是不是就有机会流光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怎样去想象的，所以能够去感受到所谓的一正庄严啊，或者呢就直接就是观佛相。那这是佛法禅观而见相，大乘佛法禅观的一个重要关键。老师非常厉害的，就是真的就是从佛教思想史的演变，一方面其实如何从佛法时期转到大乘佛法时期里头会有很多的因缘那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看得到的因为前面所讲的这些禅修的方式是佛法时期的而转到有念佛法门的出现的禅观呢，其实已经到了大乘佛法禅观尤其在西元一世纪二世纪那个时候，大乘跟所谓的小乘法它是并存的状态大乘佛法虽然兴起，声闻法是不是依然存在啊？其他依然存在的而且呢，这个禅定的五方便本是佛法时期而流行于西北印的什么禅法，有没有西北印的禅法而且呢念佛取代了什么戒差别而成为五门中的一门也可见念佛在这个地区的什么盛行，也可以看到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关涉他们的关系好，那为什么一直讲西北印，那么也要从佛教思想史的演变来重新复习一下。我想这个大家已经也都很熟悉了，佛陀在恒河两岸说法，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喜马拉雅山，这里是海，这些是不是都是海啊？然后唯一的缺口就在西北印，这个叫做西北印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恒河两岸，等到佛陀入灭以后呢，这两边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看法不同，对不对？由于戒律的看法不同而开始分裂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佛法时期，所以导师在写佛法时期的写的这个都是在讲什么大乘佛法之前，从佛陀的根本佛教到原始佛教到什么部派佛教之后，是不是才有大乘佛法的出现？才有大乘佛法的出现好，那佛法这个部派呢，它怎么分？它分裂成两半，这里是什么大众部，这里叫做什么上座部，上座部又往这边去叫做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论师论书特别多，对不对？上座部又有一部分的倾向大众部，所以出现了什么分别说部，
分别说部，其中有一部赤铜蝶部跑来这里，之后这个往南，这是南传的一个什么根源。赤铜蝶部这里有法藏部、引光部跟化地部，这里是赤铜蝶部，啊、哦，好，那大圣佛法怎么兴起的呢？大众部往这里来，大众啊、哦，大圣佛法它兴起于南印哦。其实大圣佛法最早是出现在这里，兴起于南印啊、哦，因为本来分别说部就比较接近大众部，大众部也会是所谓的大众部，就是大部分的群众的观念啊、哦，在戒律里头，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律众根本就好啊？比较容易去把持嘛，哈，我们要守戒律的话呢，这普遍的大众来说，我们就说啊，从五戒、十善先下手，对不对？这都是律众根本啊。那当然要到，非常细密的那个都要九学以后啊，好，所以大圣兴起于南印，但是他要大成于北印哦。大圣又从这里传到这边。所以大圣其实他从这里就开始了，所以大众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泉源。那大圣法呢，到了这边的时候，他在部派的过程其实都以声闻法为主，所以其实我们说这里的大圣法本身是不是含容了小圣啊？在这个时候往北传，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佛教啊？他经过丝路啊，进入新疆啊，到敦煌、河西走廊，然后到了中原，这个就是北传的系统，北传的系统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西北印是一个很关键的地带，而且很热闹的地带啊，因为它的这个各种的哈、啊，比方，哎，他也有大圣法，也有什么小圣声闻法在这个地方，然后往北传，啊，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声闻圣的禅法？啊，声闻圣的禅法，再加上念佛法门取代了什么戒分别观，啊，取代了戒分别观了。哦，好，那么在第247页，有没有？后面这段哈，禅定的五方便是不是佛法而流行在西北印的禅法？这样理解吗？啊、哦，念佛取代了戒分别，成为五门。啊、哦，念佛法门会在这个区域怎样盛行？为什么会盛行？因为佛法的禅法里头也有念佛法门，大圣佛法里头也有、哦、所以呢，这里也可以看到西北印会有佛法与大圣佛法的观摄。何谓观摄呢？就是交杂在一起，同时并存的状态、哦、好，那传于中国的禅法、哦、传到中国，因为这个在西北印往北传、哦、往北传，那么起初是大瑜伽师僧伽罗刹的禅籍、啊、叫做修行道地经，修行道地经，修行道地经是僧伽罗刹、啊、僧伽罗刹的这个禅籍啊，他把它集合在一起，有一点像他的论著，虽然叫做经啊，它不是以经典的方式哦，而且呢，这个僧伽罗刹他本身是属于西元一二世纪的人，他是很早的哦，他是非常早。那在修行道地经啊，修习道地经来说的话，有没有念佛法门啊？啊，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在第244页有没有？
第244页的第一行，五门禅跟修习道地经的差别，就是以念佛代替了什么戒分别，有没有？哦，修习道地经在哪里呢？这里。修习道地经是不是提出了5种对治？不净、慈心、戒分别、属习、因缘，有没有念佛？没有。这个是非常早的哦，这是非常早的，1、2世纪的修习道地经。这里是不是有戒分别？戒分别哦。到五门禅法的出现的时候呢，是不是用了念佛法门取代？这样理解吗？有没有？哦，在244啊，有没有五门禅？五门禅就是用了什么念佛法门取代了修习道地经的什么戒分别观？哦，好，那回到第247页。所以导师的著作真的很难读，哦，因为你要有一些基础，不然的话整个就会搞不清楚的哈。西元五世纪初有没有？403到455年间呐，鸠摩罗什哈，我们看到鸠摩罗什大师就要想到他是差不多在西元03年左右到了什么？到了中原哈。鸠摩罗什大师呢，他翻译了所谓的坐禅三昧经，啊，那第248页禅法要解，还有思维略要法，还有禅密要法经，有没有？啊，这些是不是都跟禅修有关系？啊，而且呢，都还是从什么声闻学派就有的。啊，然后呢，到东晋，啊，佛陀跋陀罗翻译了《达摩多罗禅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啊，然后呢，刘宋跟赵宋是不一样，刘宋是什么？宋齐梁陈的宋，啊，这个南朝的，啊，这个五门禅经要用法，啊，然后刘宋的檀摩密多，还有曲啊，这个叫居曲经生，有没有？他翻译了智禅定密要经，啊，这些经典不，这些其实主要都是禅法的，啊，跟禅法而有关系的哈，所以导师这里接下来说，这几部都是部派佛法的禅观，而含有大乘佛法禅观的成分，或者啊是大乘禅观而通于佛法，代表了西元2、3世纪来的西北印的什么禅法，表示这几部来讲的话，其实在西元2、3世纪就有，但是要到5世纪才翻译，是不是晚？会晚一些哦，会晚一些哈。那这几部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不哈有佛法的禅观，再加上大乘佛法的禅观在里头，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五门。啊，五门禅法禅经要用法里头，那么是不是已经加了念佛法门啊？有大乘佛法的禅观，但是基础是不是还是佛法时期的禅观呢？啊，那么等于是它这是比较早期的西元2、3世纪西北印，从西北印来的禅法，啊，是大乘佛法跟佛法时期观摄的交杂在一起的。的禅法，所以这个是非常早的，对我们中国来讲已经很早，啊，那么跟禅观结合在一起的，啊，好，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